为什么过去四十五天那么凶残，战友们？因为共产党知道，盖特抗议盖特强大，他将绝对控制不住。战友们拿到了盖特币，马上可以贴现共产党的谎言，马上戳穿。咱还有三周的时间，如果三周能证明你们的盖特抗议能贴现。 如果你还相信共产党，我求求你了，千万不要再看任何爆料革命的信息。如果共产党能给你们一分钱，你不要跟我们爆料革命。所以他怕盖特靠 o 上线，盖特币，他把怕盖特这个使用计时间新功能上线，盖特进入了新时代，他的所有的谎言就被戳穿，而且连高冰纯这个孙子。 他戴着绿帽子都会往盖特来冲，这个垃圾啊，什么熊建民呐、啊、孟维昌的乱伦彪这帮王八蛋是吧？什么成天这帮孙子都是这么垃圾，都会过来。他们知道他完了啊。第二，他知道洗币、洗联储已经被世界上多个国家正在讨论要要要接受，洗币会挣多少钱？ 你们知道，不需要你不不要他不就完了吗？你拿一毛钱买了一个希望，如果你还不相信自己的话，那你已经跟谁都没关系，是你自己有了问题，你太作践自己了。你连一毛钱的一个币都不相信自己做出判断，你还干啥呢？是吧？所以共产党知道洗币和盖特的成长，更重要的事情，美国麦肯锡。 上来，他知道 n 尔金西一定会发动对七哥的破产案，一定会对海根巴斯门、艾利波伊迪所有的这帮孙子啊，还有单伟健一定会调查，包括对七民贼一定会调查。他知道这是决战的时刻。他知道现在美国国会会有多少人跟我们站在一起，所以穷其所恶啊。 找到所有能找到的大威威胁，打我们。